接下来重头戏来了 EA 请说谈谈 EA 18名选手很远的第四来请所有参加 EA 决赛的我就不一个一个数了，就当做有。那 EA 的奖项呢？我们请 Jacky 李浩君来帮我们颁发。好吗？哇，发现是一个模样。你颁咩？佢翻条毛。咁啊，颁奖啦。2013年台湾溜溜球大赛 EA 单手线上花式组第三名。卢彦霖，我觉得系结束埋嚟，而家恭喜卢彦霖。Yeah.
选手啊，你想要上来拍照，都可以一起上来，好吗？我们所有的人。